今天我们来到了日本的福建道和大社，一个充满神秘和灵气的地方。这里的千本鸟居像指着进入神圣领域的门户，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古老文化的沉淀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信徒们虔诚的祈祷，祈求平安和幸福。香火的烟雾仿佛将我们带回了千年前的时光。福建道和大社不仅仅是一座神社，它还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。这里的每一片树叶，每一朵花，都在诉说着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。当夕阳西下，金色的光芒洒在神社的屋顶上，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故事和回忆。夜晚的福建道和大社更加神秘而宁静，灯笼的微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